龙队目前领先两分。孙一红这个球，哎呀，自己没有运好，闹急啊！哇哇哇哇哇！顶到哪儿了？我有挺严重啊！是怎么了？腰闪了。腰就是对抗的时候。在海选受的伤，上场之后感觉就是强度就上来了嘛，就真的当时起来挺费劲的。加油加油加油！看到孙一红受伤之后，感觉到压力更大了。比赛剩的时间不多了，但是我们不能放弃。现在完了。你看他的表情，我知道那种感觉，特别疼。觉得伤病真的对运动员是一个心理加身体上的摧残。他的腰真的很痛，我看他的表情，他不是有借口或者什么，他是真正的后悔他没有打得比较好。可是他有这些伤，然后还是继续打，还是不放弃，我也是觉得他是很好的人。我觉得在场上有很多受伤，有很多冲撞，这都是因为毫无保留的去打球而造成的。我谢谢所有刚才帮助我的球员们，然后我想跟我队友杨浩哲跟陆远说声抱歉，我今天发挥确实不好，再加上腰伤。但是我就看了一眼那时间，还有1分50秒。甭管我怎么着，浩哲选我了，我觉得我应该在场上接着打，不能中途退赛。可以打吗？可以打吗？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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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作为一个篮球运动员，我一定要珍惜好这个机会，尽我全力把球打好。加油加油加油！这世界很酷。